香菜。好，辣椒酱你有没这边？这边买的啊，
好，很新鲜哦。啊，很新鲜。看着好一下。北港。要关了。好，这是他姑丈。这是什么来着？猪脚饭。猪脚饭。他要收摊了，他什么时候什么鱼都叫。他放蒸烧了炸了。这是猪脚饭啊。猪脚饭，还有咸菜呀、啊。还有蛋多蛋是吗？还有蛋，还有青菜，短菜，果条很好吃。豆芽蛮多哈、哦。豆芽蛮多。那我找找看这个西汉在哪里？嗯？可能没有汉吧，有啦。里面啦。里面汉跑去哪里？还有虾，汉找到了，太小粒看不到，不像生蚝那么大，简直看不到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可是喜欢太小了。哇，大鸡排！大鸡排，超大！好吃。满满的芒果，太满了，拿出来最难。等一下啦。甜吗？过年吃哦，放一点咸菜。这是什么？是看好吃吗？你要派绿还是要鸭子椒？它卤的够香，卤味重吗？全部跑出来的。太冻了，天气刚刚，明天不会出来吗？哎呀，天不作美呀、
下我要去下一摊吃榴莲了啊。那两粒了，就吃两粒了。你说嘛？去看吗？不是呀，是呀，是呀。这不注意啊！你都要掉下来，它发酵嘛？还没有发酵，它是不好吃，所以要吃。它只是有收水，但它没有发酵。你看我们有明天有三个小时是不可以吃的。我们是该开，它等食物进来，我看掉了应该是不错啊。来你了是肯定的。我们就讲良心话啦，就这样啊。是啊，做生意最重要是要诚信啊，就是这样子哦。我是随便讲啊。对啊，训练他。哦，你还只是 YouTuber， 只是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